这里是上海市昌北路，看看这边的一个小商品市场。各种小百货，品种繁多。这边看到还有一个吃大螃蟹的工具。各种干电池、剪刀、放大镜，筛选、梳子都有。这边是卖各种五金产品。那就那个模板呢？就简单的操作类，简单的。各种各样的水龙头都有。